好久不见的张萌又爆出了新照片，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，又没认出来。这都不是变脸的问题了，可能是换了个头吧。明明穿的是温柔的婚纱，然而这张凌厉的眼神和扭曲的脸，莫名让人觉得有点怕怕的。有网友说这张脸像吴昕和整容失败的刘晓庆的结合。对不起，吴昕是拒绝的，刘晓庆阿姨也不敢背这个锅。讲实话，这身材是不错的，然而看看这张脸已经完全不对称了。不过他也大方承认自己的脸确实是整过的了。回顾一下整容前的张萌，当年演《夏家三千金》那个杨真真，虽然打扮土气了点，但怎么看至少都还是自然舒服的。张萌曾经还有过史上最美卫子夫的称号，古装扮相一点也不比刘诗诗差。然而现在僵硬如蜡像，实在是搞不懂本人是怎么想的啊。